的学习外，我们还学到了许多做人处事的大道理。谢谢幼保科老师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。老师就像灯塔一样，在黑夜中指引着我们，让迷航的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回到正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要毕业了。谢谢一切主任、秀珠老师3年的谆谆教诲，我们会做个有定性和大